殿，泰山王掌管大海底，西北方卧巧石下的热闹大地域。此从大地域周围8000里，并另设16小地域：垂衄自吞小地域、裂胸小地域、三腿火逼坑小地域、牙叉抗法小地域、犬咬胫骨小地域、傲痛哭狗蹲小地域、罗顶开额小地域、顶石蹲身小地域、湍宝上下啄咬小地域、离皮猪托小地域、吊搭足小地域、拔舌穿腮小地域、抽肠小地域、驴踏欢绝小地域、烙手指小地域、油浮滚通小地域。凡是在阳世曾犯以下罪事，发入本地狱受刑：一、炼石红铅、阴藻、人包等壮阳动营的邪恶药物害人；二、浪费不节省、挥霍无度；三、盗取棺材内的衣物宝饰，盗取死尸或尸骨来当药；四、将他人最亲爱的亲戚朋友予以拆散，将童养媳卖给别人家当婢女、小老婆，毁其一生的幸福；五、听任妻女堕胎、溺毙女婴、闷死私生婴儿；六、纠结朋友赌博，致令输钱败家；七、为人师表，不严格教导学生，以致耽误他人子弟的前程；八、不顾所犯事情的轻重，猛力拷打学生、婢女、佣人以泄愤，以致令甚至暗伤得病；九、仗着势力鱼肉乡里，用抢夺、设计引诱、诈骗贩卖的方式榨取钱财；十、借酒装疯，违背悖逆尊长，酗酒以致做出违背常理伤害他人之举；十一、捏造是非，揭发别人隐私，尖酸讽刺他人的过失，搬弄是非，致双方滋生事端意外。以上在阳世所犯的罪事，一条一条的查明清楚，在此热闹大地狱中提出治罪，而后发交相关的小地狱去受苦，期满之后再转介第八殿，查明有无犯罪，再予以治罪。人间所服用的药，以天地之大，何种药物不可取用？将禽兽虫鱼活活的杀死来治病，已是大坏良心矣。竟然服食红铅及泡在妇人阴中的大枣、婴儿的包衣、脐带之类的东西，岂不是居心更坏？一旦服食此类污秽的东西，那口舌与妇女的阴户无异矣。纵使他在世上多般的行善、诵经、持咒，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有大罪过，阴间阎王也绝对难以宽恕。凡是有这种行为的人，听了这段劝诫，要赶快戒除。唯有买100万只以上的生灵来放生，或从经戒杀，每天早上漱口后念诵符号，那么临终之时必有净念使者以光明灯照除口内身上的臭味污秽，如此方能消除以上的罪恶。人间有偷窃被火烧死的人骨，以及私生堕胎婴儿的全身皮肉，用以制造配合为药的；同时有偷窃死尸的毒篓、骨头卖给中医做药的。这些偷窃死人骨头的，
变偷成蛋，为数众多，将其中骨头坚实的卖给商家做成法器等，骨质枯松的雷为粉末或做烧窑之用。像这类人在世之时，即使曾有功于世，苟入阴司之后，所行之功德抵充其他过失。此偷盗他人遗体的罪过，阎王绝不轻减，立即发入热闹大地狱受刑，或再发入相关的小地狱受苦刑。之后再召会第十殿，如转发为人之时，要割去耳朵、眼睛、手、脚、嘴唇、鼻孔之类，使他的五官身体残缺一两件，来报应他的罪过。假如世人有犯以上这些罪恶的，肯立即忏悔，永不再犯。而且若遇到贫苦灾难的人家无力埋葬者，能捐赠棺木，或者劝导亲友帮助多人安葬，则这家的灶神就会在勾食诡异的牌票之上点一个黑点，到时候准许免受此报应。人间偶有灾荒五谷欠收的地方，有人没得吃，因而倒地毙命，甚至有饥民尚未断气，而有些没有良心的黑店将他们的肉割下，充作馒头糕饼的馅，卖给他人食用。如此心狠手辣，丧尽天良，竟到如此的地步。犯下这些恶行的人，借道之时，阎王立即将他们发交各地狱，加重各种刑罚，痛苦49天，受各种刀斧之刑。而后知照第十殿的阎王注明于簿册之上，转知给第一殿的阎王，天列在生死簿内。下辈子若分发转生在人道，则令投胎为饿死的饥民；若转生到畜生道，则令他纵使见到被抛弃的馊水、废弃食物，也难以入嘴，而以饿死来报应他。这些罪魂除了不准以阳世所作功德抵平，并且不能免除下世受饥饿之报外，凡是误吃人肉馒头糕饼的人，在知情之后仍然以之为食者，也都令其在下辈子转世为人或转世为畜生之时，咽喉肿痛，腹虽饿极，饮食皆滴水难进，以如此万分痛苦而死的恶报来报应他。凡是事后察觉是人肉而不敢再吃食的人，情有可原，不用受报。犯了以上罪事的人，若能在遇五谷欠收之年捐资赈灾济众，或煮粥饭布施，或者将一升半盒的米挨家挨户地施给贫户，或煮生姜黄豆的浓汤放在交通要道边，救济片刻的饥饿民众，如果能确实做出这些真正利益大众的功德，则不只是以上的罪过全予消去，而且暗中增加这辈子现世的善报与下辈子的福寿。以上三条罪事与消罪之法，是本殿文武判官与大地狱的史司所拟定，并奏请核定，录入本殿的议决事项内，也将狱中各判官所拟的一起呈奏给玉皇大天尊批准之后，一并记载在狱历内，同时也通行地狱中，供各判官作为有关官吏记名升官奖赏之根据。至于人间一切作孽造罪的维系情节，诸神原本就已会议拟定好报应之律则。此外，像阳间军事政治的公务礼仪有违越之处，或私造违禁品等罪情较为细琐，而阴间法律未能尽瓜的部分，一概遵照阳世各国法律所定的律例治罪。治罪之外，倘若有人逃躲制裁并牵累他人的话，
同时通知纠察、速报等官吏，准予利用神通显化追回。以上各神明宜遵照。世间的男女，假若能在3月27日如素清净身口意，向北方或向天发誓忏悔改过，并将玉历宝钞印赠，以劝化人间的话，准予免受本殿诸种苦刑。方才经典里说到，人间所服用的药，以天地之大，何种药物不可取用？但是人们为一己之私杀害生命，甚至妖言惑众，鼓励使用各种奇珍异兽、不洁之物作为药食。其实天地间各种植物、矿物已经足够食用及药用，并不需要杀害生命去取得。但是人类贪婪无明所造的恶行，真是触目惊心呢。现代工业发达，在食品中违法添加各种有害物质，伤害广大群众，将来也都要受报的。现在虽然没有人肉包子，但是啊，也有不孝商人用染病死亡的动物做成食品及药品，哎呀，真是可怕啊。说的没错，所以大家更应该要本着慈悲护生的正知正见，审慎选择食品与药品，这样不仅是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了其他生灵，还能间接抑制他人造恶。你们说，这是不是一举三得呢？